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怎么样利用 Inkscape 把一般的卡通图片或者黑白的剪影图，把它变成向量图片。好，所以我们先把 Inkscape 打开，然后去将你的图案汇入进来。那这一边呢，我会两个图，一个是单色的剪影图。另外一个是彩色的卡通图案插画图，要汇入。好，那这两个的做法都是一样的哈，基本上都是一样的，按确定。好，这两种图，我们要把它处理成雷切可以用的向量图之前哈，我们先点选你要处理的图片，那你可以用。键盘的 Control 按着不要放，然后滑鼠的滚轮往前滚，就可以放大缩小，你的处理的这个工作区哈。好，那我们先处理这个线条单色的这个剪影图。好，那一般我们是在路径的描绘点阵图这个功能。好，路径的描绘点阵图这个功能，请各位点选它。点了之后呢，把预览打开哦，即时预览，请你把它打开。那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？我稍微说明一下哈。这个我们原先的图呢，它是属于点阵图，不管你是 JPEG 还是 PNG 哦，还是 BMP，它都是属于点阵图的部分。那我们雷切要做的是，要用的图必须是向量图，所以我们透过这一个描绘点阵图的工具，把它做向量化的处理。那它会利用这个亮度界限值这一个部分，好，去把你的点阵图变成向量图。那这里有一个预设的值，哈，我们可以先不用动它，然后按确定，好，直接如果你是黑白的这种剪影图或者线条图，直接按确定就可以了，好，然后把它关掉。那你。把你的图把它往右边移动，哎，它会多出一张图。那多出一张图，一张是旧的点阵图，一张就是新的向量图。那这两个怎么分别？哈，我们把图再拉近一点，各位看一下。左边这一张是旧的 JPEG 的图片，当你拉到很近的时候，发现它的边缘是锯齿状，所以这种 JPEG 的图放大呢就会很丑。但是你看一下右边这一个图，右边这一个是经过我们处理过的向量图，你即使拉得再近，它的线条还是平滑的。好，那这个是向量图，这个才是我们要的图片，这才是我们要的图片。所以你，当你转换完毕之后，旧的图就可以删掉，旧的图可以把它删掉，这个就是我们要用的，向量图。好，同样的方式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如果是属于这一种，好，它颜色比较多层的插画，或者是卡通图片，那我们一样是做路径里面的描绘点阵图，都是选这一个功能。那这里会有所不一样的是，刚刚我们这个临界值是没有动的，临界值没有动，然后呢，即时预览有打勾。那你会发现哈，如果你想要比较黑的地方留下来，那我们这个临界值就数字要小一点，所以你把它往下调，你会发现它越黑的才会留下来。好，如果数字越小，数字越小，越黑的东西才会留下来。那如果数字越大，连浅色的东西都会被留下来，所以你就可以调整，借着调整这个数值。来决定说我要留到我哪些东西要留下来，好，借着调这个数值来决定我哪些东西是要留下来的，好，所以这个临界值是这样子在做使用啊。当你决定好之后呢，按确定，好，它会产生向量图，你把它往右边拉，这个就是制作出来的结果，制作出来的结果。那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在临界值。0.57的时候，它是长这个样子。那如果我们把它调小一点，比如说0.2，
好，那你再确定一次，它做出来的图是这样。好，所以临界值的大小会跟你的取出来的颜色的内容会相关，好，会相关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把不要的删掉。好，那这个图呢，就会是我们所雷切所需要的向量图，就是透过这个描绘点阵图的工具来做处理。好，它的位置在这边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帮我们把一般的图片把它转成雷切用的向量图。好，接下来如果你要自己画图，好，那 Inkscape 也是一个很棒的工具。那我们这边介绍的呢，是很简单的画图的方式。好，我们转换到 Inkscape。好，那你在 Inkscape 里面要自己画图呢？好，我个人比较建议的哈，比较建议的，因为我们在做图的时候，如果你想做出一个有手感的图片，那通常我们会选择用手绘线啊，就是用铅笔啊，手绘线自己画。假设我现在要画一只鸭子，那我点了手绘线功能之后，我直接拖曳这一个线条，把鸭子的外形画出来。那重点是第一点跟最后一点要合在一起。好，那你一定会笑说，老师你的鸭子那么丑。对，没有关系，这个画法呢是不需要学过美术的人都可以画得漂亮的方法。那可是现在很丑啊，没错，因为刚刚是手画是第一步。那第二步要做什么呢？请你切换到节点编辑。那你就会发现你刚刚画的图呢产生了，因为歪歪曲曲，所以它产生了很多的转折节点。那这个节点呢会就是造成你的图片很丑，因为太多了。那所以我们在路径这边有一个东西叫做简化路径的功能，是 Ctrl 加 L，你也可以用快捷键，你也可以点这边，怎么用呢？我们把图先拉近给各位看一下，用 Ctrl 跟滑鼠的滚轮就可以把图片拉近。好，那现在这么多节点，那如果你按 Ctrl L 按一次，你就会发现节点变得很少，那你可以多按几次。当你多按几次之后，你就会发现我的线条变得很平滑，变得很平滑，变得很平滑。当你觉得差不多之后呢，就可以停止，所以第一步是先用笔把你的外观轮廓先稍微画出来，第二步用节点工具，切换到节点这边，然后在路径这边用 Ctrl L 把节点简化。那第三步呢，我们要调整这个节点，所以这时候还是在节点编辑的模式，那怎么调整节点呢，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节点，那节点基本上我们是把它放在转折的地方，所以你可以把这个节点移动，你觉得哪里，你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。然后在节点的如果像这个嘴巴我们希望上来一点，这个位置应该在下巴这边。好，然后在节点的两边，节点两边各会有两个点，这两个点是调整节点两边的线条弯曲的幅度，所以我们就把这边的线条稍微调整一下，这是嘴巴，嘴巴我们再上来一点嘴巴的位置，那这个是 下面的嘴巴，嘴巴的下面下巴的地方，那这个是弯曲的程度嘛，弯曲的程度，所以你看你的需求，看你的需要去做调整。好，那比如说这边如果你希望它线条再多一点，所以拉得越远那个弯曲的幅度越大，拉得越近弯曲的幅度 越小，所以你就可以这样顺的去把你的图稍微调整一下，让你的图呢觉得，这个就像你的额一样
把它调到最漂亮。那多的节点怎么办呢？你可以选择这个节点按 delete， 它就会把多的节点给删掉哈，就是不需要节点的地方我们就把它删除。好，所以你稍微调一下节点，你就可以得到一只美丽的天鹅。好，那这种方法呢，它是完全不需要是专业绘图背景的人啊，你不需要学过专业绘图的背景，你一样可以画出一只漂亮的天鹅。好，好，那这个就是利用简单的手绘线的功能，再加上简化节点啊，节点编辑里面的先简化，再做节点的调整。那如果你觉得有地方要再加转，有个地方要加转折的话，你就在那个线，在节点编辑的模式，啊，在线的地方就快点两下，它就会可以多一个节点，哦，可以多一个节点，啊，好，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，这是最简单的画出漂亮的图形的方法。好，那么当我们把图画好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把图案这个向量图片要拿去雷切机的软体那边做转档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存档。那在这边存档呢，因为雷切机用的软体 RDWorks 它要用的档案是 DXF， 所以我们在档案这边，哦，做存档的时候，哦，请各位使用另存新档。然后另存新档呢，这边存档的类型请你选择绘图交换格式 AutoCAD DXFR14 的这种格式，这种格式才可以放到我们雷切机的软体，雷切机的软体 AutoCAD DXF 的这种格式。好，所以当你把格式选好之后，把档案名称设定好，设定好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按存档。那你在第一次存档的时候，请你注意一下，这里千万要注意，就是这里有两个选项，这两个选项都不要打勾，都不要打勾。然后呢，你这个单位，unit 单位，请你选择 mm， 就是 millimeter， millimeter。然后编码这里，编码这里，请你选 UTF-8， 其他的就不要动，所以这里不要选，然后这里是 millimeter， 这里是 UTF-8， 我们在存 DXF 格式的时候，这里一定要选对，不然你到雷切软体的时候，那个尺寸会跑掉，尺寸会跑掉。好，那这个只做一次设定就好，只做第一次设定，之后它出来就会是这样，你就不用再做跟动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按确定就可以存档完毕。